你乱开车门、一门炸屁满脸无辜，咔嚓一声破门而出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开车大神，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花开一见路难寻，车前闷杀葬花人。没事，吓死我了！以后可要把车门关好啊！你啊！我怎么了？急着手了？急着手，你跺脚干什么？哎呦，真疼啊！关个车门这么难吗？你看，怎么关不严实啊？也卡在车上了。哦，卡在车上了，不就是关个门吗？有这么难吗？我手机没断了吗？怎么显示不全啊？这可真是一代渐宽，终不悔。乱开车门！你不长眼你啊！看你把我车蹭的。哎呀，我手疼啊！我心疼。哎呀！好疼啊！你怎么过来扶我们一把吧？不该我是吧？哎呦，你看我这车门被你们撞了，三条划痕，修的话得好几千吧，疼死我了！都什么时候了还心疼车门啊？都是些什么人呀？你说？哎呦，我的，你怎么骑的三轮啊？你看我把我的车门蹭的！你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开门撞到个人。你看你开门就不能往后看一下吗？那怎么办？不要慌，我先下去看一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开二度了。没开二度，实在可恶。哎呀，你们没事吧？我让你快开车门。真的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你怎么开的车门啊？我错了，我先给你扶起车子来，你快救你媳妇吧。对，差点忘了，我媳妇还在水里啊。还是先救人吧。救人，我车没人管。车子，我看还是救人比较重要。还是先扶车，毕竟那水又不深。这河水不深，我看是你对你媳妇的感情也不深吧。你一个乱开车门的说话还挺有哲理哈。救上来了嘛，以后记住了，千万不能随意开车门，就算开了也要随时关。像我一样。你干嘛？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平安。叫上朋友快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点个赞呗，别忘了分享出去。不打